It's just bubble top, so. Bubble top. That's the way you call it.大家好，我是白石木馒糖大叔。今天回到店里呢，第二次看到这款车了。那也不卖关子了，这款车呢是叫 Smoky Mountain Special Edition。 Smoky Mountain 呢，或者 Great Smoky Mountain， 听说呢晚上可以看到很漂亮的星星。唐大叔也没去过，也不敢乱忽悠了，去过的同学可以补充一下。最主要这一点呢， Smoky Mountain 从侧面这里，它这个引擎盖像一座小山一样的这个形状，挺有意思的。那接下来呢，唐大叔跟大家细看看这台车到底帅在哪里，会不会推荐这台车。外面呢，大家从一点点看过来吧。首先，这台车呢是一个 Rhino 的颜色，就是黑色里面有点点蓝色。前脸这里是有 Black Insert， 就是有黑色的在中间这里。像标准撒哈拉也有银色的，那也有其他颜色。前防撞栏呢，这个黑色呢这一块是一个可以把它拿下来的。像有些朋友呢，他们觉得这块塑料的嘛，这一个前面也是塑料的。那这个地方呢配一个黑色又和这个车身颜色不一样，很多人喜欢把它拆下来。那这一块呢也是唐大叔有时候说的吉普玩的乐趣之一，你可以拆下来看看，好看呢你就那么放着，不好看再装回去，自己可以动手享受一下这个乐趣。当然看到这个呢，顺便也看到这个灯了，2017年的车呢很多配了 LED 灯。当然这台车上不是标配，是选配的。说到标配呢，这台车标配了什么呢？那这个轮子和我看过的所有牧马人的这个轮圈都不一样的，当然它也是18寸的轮圈，和那个撒哈拉一样。那但是呢它这个造型，那不管你其他任何一款车都没有。还有呢就是这个 Rocky Mountain 引擎盖，不要小看这个引擎盖。那任何引擎盖呢你要换，像有些朋友来问我，哎，我喜欢75周年啊，或者哪款车上面引擎盖能不能换，换是可以的，换一个引擎盖蛮贵的，3000、5000的都有可能。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牧马人说来说去呢一般都是外观和性能两个东西可以玩，那外观上呢这台车给你两个独一无二的东西了，轮子和这个引擎盖。当然顺带一提，标配里面呢现在几个特别版都把这个加油盖还有这个保护这个灯的这两块都给你了，所以这就不需要另外去配了。那再往里面看，里面呢继续看的话呢，另外一个标配的东西这个不太一样，就是这一块，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看清楚。这个呢从这个官方的说法呢，半夜的星空的这么 midnight sky 的这么一个主题一样，一般这个地方呢都是一致的。如果那个材质你发现是一个颜色一个主题吧，或者那其他几个地方都会这样子了，包括空调出口这块的，那方向盘上的用的都一个材质，包括门边上这里。仪表盘这部分呢大家都比较熟悉了，当然到了撒哈拉卢比肯这个级别呢，那在加拿大版都标配了这个6.4的触屏的，当然也顺带就有这个蓝牙导航了，空调当然也有了，对吧？四驱系统大家都比较熟悉了，那这里当然就不再赘叙了，可以参考唐大叔拍过以前的那些视频。再来呢，这个就是刚刚说的星空那个主题的，如果仔细看呢，这里会写4000的这个东西，4000海拔。今天呢，唐大叔用非常简短的篇幅来给大家看看这台车，最主要的它有独一无二的这个轮毂，有独一无二的这个引擎盖。那如果呢咱们就想要一台撒哈拉基本就够了，但是看的一般撒哈拉太无聊了，对吧？那这台车呢外观会有不一样，当然呢你要为这些不一样也要小小买单一下。相对来讲呢，我觉得有点自己要去做判断这个取舍到底是什么，因为这里面没有太多性能上的东西。像 Willys Edition 它有一个更好的这个避震啊轮胎啊都挺实用的，那 Winter Edition 和大熊版呢也有更好的轮胎，Winter Edition 呢还有前面的金属的 bumper， 就是防撞栏那些。所以这台车最主要是买这个独一无二的样子，其他呢唐大叔也说不出什么太多所以然了。觉得不知道，哎，觉得这个价位的话有点花这个钱总觉得少点什么东西吧。如果配一套轮胎就好了，对吧？像这个大熊版一样我觉得就好了。但是怎么说呢，因为这台车毕竟基于是撒哈拉，大熊呢是基于这个 sport， 那
这里面的如果是城市开的我觉得适合，那如果偶尔像这个 Smoky Mountain 真的去山上玩玩或者去哪里也是可以，性能什么都够了，外观也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个不知道，这个车第一眼看确实蛮漂亮，细看下来我总觉得缺了点什么，我的感觉就是有点说不上来，没有像前面几个那么兴奋的感觉。所以这台车怎么说呢，唐大叔推荐指数3星3.8分吧，好吧。但是如果你喜欢这个车呢，可以联系唐大叔来看看。广告话呢也不多说了，好吧。非常高兴，又跟大家带来一期这个齐活了，现在所有特别版都介绍过了。当然还有一个叫 Blue 版的，那个是新蓝色的，那个暂时没看到，看到可以介绍一下。那个介绍完就所有特别版和原装都齐活了。接下来还有很多想法和视频要做。那今天呢，简单跟大家看看这个车吧，大家过过眼福就算了。那就这样吧，好不好？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我是白石牧马人唐大叔，我们下次再见了，拜拜。